山南 Station。 昆山，我们来啦！这个教室的小朋友正在上课中，瞪大我的双眼开始寻找，换个教室看看。小朋友正在热身中，我也开始摩拳擦脚了，放大双眼找。听说另外一边有一场活动，去看看。到现场了，已经有小朋友在外面等候了，来的还算及时。面试中，跳街舞，打篮球。听听这个小朋友唱歌。下期见了。